林小姐，你愿意做陆太太吗？真的要求婚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！太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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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难
让大家相信你们是真爱了？谁说只有三两句话？戒指我都买好了，还能有假吗？一个随手送出的小礼物就说你们要订婚，陆总可真会编故事。商人的重利，我不会随便拿一个90万美金的戒指开玩笑。什么？好你个林婉！妍妍，你声音小一点，周围都是工作人员。我今天脸都丢尽了，还怎么在圈里混？喂，您好，啊，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节目组开会。他们是不是要我退出节目？妍妍，你别着急，大经济已经往这边走了。我先去开会，你千万不要在社交平台发布任何消息。我已经帮你点了杯咖啡，马上就到了。你谁啊？你好不中用啊！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你跟林婉他们是一伙的吧？故意给我设下圈套，让我难堪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你哪位啊？双胞胎互换，情侣作假，这么好的机会你都错过了。你还敢找上门来？你想干嘛？ 我要报警了。我记得你的胸口有颗痣。不过6年的时间就不记得我了，那天晚上应该很难忘吧。Thank you.
发现这件事情真有意思。你知道当时救你的人就是你一直针对的凌晨吧？总，就算你们临时订婚，也并不能证明你们之前没有欺骗粉丝啊。三天后我们会正式订婚。啊，到时候 SW 会筛选一些优秀媒体入场提问，同时也会作为一期节目播出。一定得去啊，这个在我们家一定得去啊，这是大新闻，请问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哎，陆总，能不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啊？陆总，陆总，你们的感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？这何云总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呀？陆总，陆总，哎哥，你先回去等我，记住不要出门。怎么了？送他们回去，然后给我一份刚才会场所有人的名单。我先叫司机送你回去。哥，哎，哥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陆总，今天所有的媒体和粉丝都是提前确认好的。知道了，先去忙吧。好的，陆总。哥，我都调查过了，录制第一天的时候，他既不是以客人身份，也不是以工作人员身份进入酒店的，而且只有出门记录，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进的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你不是一向不管商务的吗？因为啊，他另有所图。小卢总让我先送二位回去。张平，谁？我的司机啊！完了，哥！你俩现在已经占了六个热搜了，你看看，林陆夫妇假戏真做。刘言心系传闻被换，林陆夫妇求婚。想不到啊，这个陆巡的脑子是真好使，就这么一个赠品戒指，居然能当场编个故事出来，有点东西。哎，你给我慢点啊，这戒指可是重要道具，别回头给弄坏了。90万美金的钻石！让我握一下好吗？求求你！真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哥，人事部核实了，他所有资料都是假的。着急了吧？你要做什么？他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江北。这就急了。别呀、啊，我才刚刚发力，你急了就不好玩了。对了，不要想着联系我，我的信息都是假的，你找不到了。哎呦！你看一看。
界显得太过疏离，我会轻轻擦去你的泪滴，心甘情愿为你赶走乌云拥抱你，所以又非常怀疑天幕地上雷鸣狂风暴雨，我本身在有光的地方等着你，穿过阴暗角落和荆棘，很想为你保留那温柔细腻，任凭时间流逝人潮散去，刚才外面有狗仔。哦。啊，我突然有点口渴，我得上个厕所。哦，我头有点痛，我得去房间休息会儿。不对劲，绝对不对劲！陆巡刚刚看你的眼神，八成是喜欢。可是他昨天对我完全没兴趣啊。要是他不喜欢你的话，怎么可能会送你那个价值？640来万的戒指，陆巡喜欢我吗？不一定啊，他还真不一定喜欢你。你刚才上就给人抱住了，我看小玲姐肯定吓到。那怎么办？可是我高中告白，他已经拒绝了。万一再拒绝我，我还怎么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呢？他高中疑似向你告白，练习告白技巧，对吧？最近这段时，他对你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，对吧？你们现在看似马上要订婚了，但是表面上都是权宜之计，对吧？所以依我看，你完全没有胜算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告白？你傻呀，谁让你去告白了？你现在要做的是确定他是否真的喜欢你。要是你冲动告白被拒，这么久的谋划都白费了，你们之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。那怎么办？你得让他先说出口。